你都不会是吧？对，我猜会。这样玩才好玩。然后试一下，就只有我一个。你装满了是吧？表面张力是吧？哇，这样就这样玩才会好。好好玩哦。还没到表面张力。好好玩哦。现在这杯子上面有缺口。好好玩哦。好，听，看起来太好玩。要这样刺激它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吸引我。好，滴在正中间的位置哦。嗯。哎，停，先不要让它现在旋转，等一下，我先让它不旋转。为什么在旋转？因为水在旋转了，这不是它在旋转了。等一下，同学，你够了吗？啊，滴中间，中间的位置，开一个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好玩，超可爱的，再滴滴看看，没用了，没有了，因为它已经扩散开了，扩散开了，其实它整个张力都一样哈，它就没有影响了，所以在滴下去那一瞬间，它会有影响哈，它会排开，放不上去。OK， 好了。